尊敬的各位主理嘉宾，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侨语，中午好。各位在繁忙之中驾临本会指道，我谨代表本会全体同仁和我本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今天的阳光灿烂，春风凉爽，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600多位的领导和朋友欢聚一堂，共起舞情。祝贺全国两会圆满成功，今年是45开机的年，我们应该关心我们国家大事，共同讨论贯彻135规划，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梦，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一个人也不少，共同努力。回顾了20年的成长旅程，1995年定是我们国家开放改革的新高潮，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我们新马泰归侨华联两岸会就在这个历史的背景成立。我们以爱国爱港爱乡爱侨挚爱为宗旨，以团结友谊、守望相助为信念，组织起来，以国家的发展、为香港的顺利回归、为社会服务多出了一点力。20年来，我们与香港的侨胞一起，在香港侨界社团两会的带领下，团结香港的广大市民，为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为香港保持长期的稳定繁荣，为支持特区政府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按基本法依法施政，做出应有的努力。在2014年，香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在外国反华势力的策划和指使下，发动了一场战中破坏活动，使得79天给香港的生意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损失。我们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理有势依法进行和平的生产，支持特区政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2016年开春的初一，旺角发生了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乱事件，一小撮暴徒打炸烧，严重的破坏社会治安，天谴人怒，我们坚决给予强烈的谴责。特区政府迅速的扑灭平事的动乱，维护社会的治安，坚决支持警方把一小撮暴徒追捕归案，绳之以法。我们希望立法机议员不辜负广大市民的期望，认真严肃地在议会履行议员的职责，坚决反对一小部分议员凡事搞拉布，破坏立法会的议事法则，妨碍政府的提案审议，搞垮政府行政效率，严重地阻碍本港的经济发展。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在今年的立法界选举用选票把这一些捣乱的人踢出立法会。今年的领导和各界的知名人士出席了今天的大会，我们并收到了这几个省的侨联还有这个侨办发来的贺电贺信。中国侨联主席林坚主席因为会务繁忙，在未来的出席特意的书写的发来的贺电，这都是对我们香港侨界的关心和厚爱，我们很感动，也非常感谢。
还有来自各地的侨团的会长和代表。我们仙马泰大部分的归侨都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之前回国接受教育，参加祖国建设，曾经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过贡献。经济发展浪潮中，我们虽然先进香港，还能技术为国家的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出类点力。今天看到祖国的富强，我们非常欢慰，同时我们也跟祖国人民分享了作为中国人的荣耀。我们以内地的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惠州、汕头、美洲各地的侨团，每年都轮流在主办的地区进行举办的交流两欢大会。2013年，各地的侨团已在香港注册的联谊总会，是我们这个联谊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我们的共同愿望是使香港和内地多一点交流，多一点联系，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今年我会承办了本届的联谊大会，感谢七地的会长和代表来到100多个，还有海南的、厦门的侨团，今年也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联谊大会。你们还带来了精彩的节目，联欢助兴。你们长期在内地，与我们广大归侨一起坚持与家乡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爱国爱乡，精神可嘉。我们祝福你们身体健康长寿，家庭幸福，并向你们学习和致敬。回顾本会几年来的会务活动，曾经几次有意义的大型活动，例如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论坛大会，以内地的几个省市的侨团、侨联，还有4个大学的，共有300多人在省市大学举办遗书的讨论会。2015年7月，我们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报告会。这些活动都是结合当时的选举需要而举办的，很有意义，活动也很成功，受到了议论界的报道和宣扬，也受到社会和侨友的好评。我会经常组织的会员到各地参观考察旅游，与各地进行交流活动，每年都组织我们的全体会员村民团聚座谈，经常的组织探望老弱病残的会员，是各种的活动经常化、群众化和制度化。这几年的会员不断的发展，很多会员并不是侨居仙马泰的侨友，而热情的参加我们会的活动。本会2015年年底已经顺利的完成了换届改选工作，一部分年纪大的女监事主动的退下来换岗位，让更多的青壮年女士到领导岗位上来担当重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理事会现在青老交际和年轻化了，我仅代表全体同仁向曾经为社会、为我们本会、为侨友服务几十年努力力的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祝各位前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新的理事会有决心、有信心，敢于担当，勇于奉献，把会务工作做得更好，为侨界服务，为社会服务，带领团体虽然坚持以示爱为宗旨，不走样、不变形，与香港广大同胞风雨同舟，
紧跟祖国大将军顺风破浪，奋勇直前，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国家的富强尽自己的努力。最后，我祝愿祖国更加富强，贯彻“十三五”规划，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祝愿我们香港更加繁荣发展，香港明天更美好。祝愿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长寿，家庭幸福美满，万事受益如意。谢谢各位。尊敬的各位助理嘉宾，尊敬的各省市侨办侨联的领导，尊敬的罗汉生会长，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朋友，祭起春光明媚，几经花盛开的季节，香港新马泰归侨华林联会迎来了20周年庆典和第八届李健士就职典礼及第12届香港与八地侨团联谊大会，三喜临门，嘉宾云集。我谨代表钱友庆主席、余克成会长及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团体同仁，向贵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贵侨华人联盟为罗汉生会长，尊敬的香港中联办梁雄部长，香港侨界社团联合总会陈金烈会长，李碧聪会长，尊敬的海南省厦门市等省市应邀出席大会的嘉宾，江苏、福建等地侨务部门的领导嘉宾，亲爱的香港与内地八地市新马泰侨友会的侨友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香港与八地侨界社团联谊总会和以广州、深圳、惠州、珠海、梅州、汕头、中山八地市的新马泰侨友联谊会祝贺香港新马泰归侨华人联合会成立20周年。